好，OK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来吧，皮卡丘在哪里？哎，神等奇下，宝贝再拿出来，我们现在干嘛呢？看哦，起来上是面有走血，进我到看门，到对啊。，lobby 跟这是什么？拉比就是大厅的，那左边是说什么一个单人的灵魂怎么样？看不懂。好，总是乱走，跟他拼的好，啊。那谁要先欸，上？我没有武器哦，我也欸，没可武以器续啊。不，它可以冲欸，啊，哎，没有可以，我跳。也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可是我不能蹲下，不能跳。我试一下哦，欸，所以我不能做一些奇怪的姿势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先，走吧。我就帮你取个外号叫玛丽珍，玛丽珍跟着巨石走，这去是好我暗走哦，前哎，面，欸，什么什找不么到路欸，等一下，出去，欸，太走，黑了啦，走，欸，读取了罗宾，我是读取哦，我刚以为是我看不到路，传送了。这游戏要钱吗？要，好像很便宜，100多块，200多块，哦，这有箱子，还有尸体耶，哦，好多尸体没哦。关系啊，你应该看习惯了吧？所以这是僵尸游你戏，最不近是玩一恐款怖游游戏戏。不是一堆吗？哎，你的声音突然变小声。哦，我离太远吗？哦，这样可以吗？OK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麦克风会怕，麦克风跑到下面去了。欸，有人 OK。乱涂鸦，欸，这个如果我是住隔壁的老王，该会生气哦。欸，哎，灯这不我要们要开啦，我我们不灯不开要灯开啦，走。鬼会发现我们呐。不要开灯呐。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！哒哒哒。假设你现在哦，是很害怕，你现在是要有很烟，害怕，然后假装不要有烟，怕，要有你这烟很像《恶灵古堡》里面一个楼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要下去吗？等一是下，要这里吗？我不知道，随便乱走啊，进菜啦。看起来，欸，有烟欸，有在烤他说 barbecue 啦。他说好像不是走这边 It's not where to 我 go。靠近的话移动会变慢对不对？你也会对不对？不会，我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开玩笑，走越快。现在到底要走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乱走啊。有这间有是亮的，什么？哦，好，这间是亮的。你先进去啊，我外面守啊，总要有人守门吧？里面有人里面有人。来，我看在哪边？右边，左边？这。哎呦喂，哎，亚瑟总要有人牺牲，我觉得他会掐住你的脖子，然后我再用正义之脚帮你踢他。没有，我去，我去，你先进去。亚瑟这小毒，可以吗毒仔。Safe zone, other player needy。这个区域需要其他玩家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哦，意思这啊？是存档的区域啦，可是需要其他玩家一起进去吧？我已经在你旁边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他说这个区域还要其他 player 不是我们吗？玩家，哎，你去，正门在这里啦。哦，在这边啊。哎呦，我先走是不是？好，我走，呀，这我走，我存走。档的啦，存档的地方啦。对啊，save 存档啊。And who are you？我是谁？你说你老爸。Excuse me，没有啊，Lost。他叫哎，他叫 David，大卫，好，我看一下是，奇怪的名字，他说什么？是个奇怪的名字，你们两个都迷路了吗？Yes 或，欸，都你选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没有选啊。哦，他是直接讲哦，OK。对啊，他直接讲，他没有选。那是什么？居鲁士。欸，真，这是我 My 的丈夫，我是你丈夫。太好笑了，我是你丈夫哦。啊，你是我 wife 对不对？OK。The pretty bird。漂亮的鸟。Yes, the pretty bird. It 漂亮的 lives 鸟。with 哦，我妈找的是鸟啦。她都在公寓和一个什么东西住在一起，复合体。不知道，我 Find 看不太 my 懂是什么。Anderson. 找到我的指南针归 I 回。will help you. 哦，反正就是找到那个玩具啦。对，有可能。我不懂，好的，Be 小心，careful. 不要破坏，不要破坏什么？Sleepers. 不要踩，不要哦，不要吵到睡眠者。好，来吧，Oh my 终于可以god！开始玩了。哦，终于开始了，是不是？来吧，在哪里？好，大家自己就这样吧。好吧，公寓在哪里？我们来找公寓啦。公寓好，我们用打灯打信号。如果要跑的话，就打两下灯。最好是啊，要跑的啊！紧啊，张哦。哎，刚刚的公寓在哪里啊？冒烟的一个公寓。原本是这一栋，我记得是这一栋。哦，好啊，走啊，是这一栋。哎，他说不要吵醒睡眠者。哎呦。好，给亚瑟先生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请请请，你先，哎，你啊，不要这样，哎，不要跟我客气啊，哎，我回家，越走越后面，好，我走，送一个男子汉，好，巨石强森哥带你走，快点，用你的胸肌下，等，这房子在抖，啊，我没看到，哎呦，有一个辣妹，你要看着她，我知道，你要看着她。你不能为什么？一二三木头人，如果不看着他就移动，是他会抓我们是不是？那你看着他，你看着他，我继续走。有刺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哇，好长的刺，你先不要动哦。
他好像是说他楼上有个空房吧，总之，然后他因为一些事情，好，我等一下你先看着他，哎，你试试看，你不看他会怎样？嗯，好，好，我也不看他，没怎样啊。欸、哇，到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他会抓我吗？哇，死掉了！试一下嘛，被抓什么画面？哎、欸，该不要重来了吧？哎、欸，要重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全部重来吗？抓是什么画面？没画面啊，就写说 I need you, I need you 这样，这样子啊。没有很可怕吗？没有啊，就没了，就黑色，然后就写说，哎、欸，重来了，太好了。哦，对哦，好，再一次，你要玩玩看吗？你要不要死看看？很无聊啊。他都死过了，我没有必要死。好，换你先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一个人。哎、欸，不要吵到他，不要开灯，应该是不会吵到他。哎、欸，不要开灯试试看，不要开灯看。哎、欸，不会开灯就不会追啦，不会开灯就不会追啦。确定啊？对，我目前测试这样。有没有？不要开灯就没事嘛。哇，你看起来安然自若。不要开！我刚才写什么？哎、欸、呀，太快了！可恶，所以还是得开着灯哦。我也不能开。没有没有，应该说一个人走前面开着灯，一个人走后面开着灯。我背对着你背。你背对着我背，两个都很背。啊、背贴着背，然后我直接看后面啊。哦，是啦，这怎么走？你最好想办法这样走。好，我试试看。至少我试试看。可是你要怎么知道我跟你背对背了？欸、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你还讲什么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走前面，你走后面。我知道你倒着走，我正着走。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我先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先看着他，我先上去看看有什么就好了。啊、试试看。你先盯着他，不要让他动。因为卖照都卖好，你盯着他，好了吗？来，盯着他哦。盯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往这边走，我先看一楼有什么。反正说二楼有空房啊，但重点是二楼有空房。他讲一堆话不？哦，哎、欸，楼梯在我这里哎、欸。对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好像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电灯可以开吗？电灯不能开。炉子，你要冲吗？还是我上去？我还在看着他。有一个楼梯耶、欸。我现在楼上比较有，不然就糟了。我到楼上了，我到二楼。快收。哎、欸，二楼没有人，二楼，二楼没人。二楼什么？哎、欸，二楼张纸，哇，又密密麻麻的英文。好，我先简单看一下。好，总之来讲看不太懂。什么屋子之类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开关器？你吗？开关器，开关器，你派我在。哎、欸，这个房间没有东西耶、欸啊。我看着他了，你去吧。我看着他了。确定啊？看着他了。快去快去！你走路很大摇大摆哦。换雅思了，换雅思了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靠近他也不行哎、欸，可恶、欸！我开着灯不能靠近他，可恶！不是我以为靠近他不会有事啊，你这谁知道？他冲过来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走到后面？没有，我在帮你看后面、欸。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之前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、欸、不能靠，不能碰到他，不能碰到你去吧，我看着他，你去吧。好。不能碰到他，不能碰到他。我刚为大家测试，房间都看过了嘛，对不对？虽然在上面。你就是吹着吹，我要打你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换你还敢说我？哎、欸，到底要十几次啊？没有啊。换你上去，换你上去，换你上去。真假的？你刚好被吓到是不是？我被吓到。它是会动的，不是雕像哦。哦，会动的、哦。对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大家幸福的阿奇楼梯哦，你自己加油、啊。等一下、啊，有字，我要看他写什么啦，不然怎么过了？你要翻译吗？直接冲上去了。对呀，你就想把我被吓而已。什么乔治究几 Mary？ 好，可以下一个。哎呦，是简单呐、啊，这么好怕，你亚斯就心脏小，我都会走到三楼了哎、欸。好，去。我在四楼，最好四啊。你自己看我直播，我在四楼，我骗你干嘛？好，我看，哎、欸，有声音哎、欸！哇！撞鬼，快跑！亚瑟，快走！你等我一下，啊，撞鬼，我没有死，我跑掉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亚瑟，快走！我，哎、欸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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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出去！哎、欸，你要！好大只哦！哦，他很壮哎、欸，他出来，他走出来了。我们远一点，他会怎样？他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把他骗出来会怎样？哪一只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刚刚走到楼上去，你试一下几层楼。
他要出来吗？他没有要出来啊！没有，他不敢，他怕，欸、他怕我们扁他吧，二打一吧。最好熟啦，出来啊，熟啦！哎、欸，刚刚是超大师的、欸，我就说啊，不是他卡在门口，我怎么进去啊？换你上去，换我啊！我才不要嘞！我刚跑到四楼，耶！我上去！哎呀，四位怕！我刚刚正到四楼，我不唬赖你。他现在到底在几楼？看重播，雅思他在几楼？他在四楼啊？还在四楼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刚刚我看在四楼啊，他就冲出来，我就赶快跑啊！我叫脚底抹油跑啊！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那怎么办？他在二楼第二间房间。他是怎样会抓人？你要不要去试会怎么死？先了解，啊、只要 你要先了解怪物的动向。像我知道这次不能碰到他，你看到他没有？只要你一被他看到，你就是死啊！除非你可以跑掉。我没有，我刚跑掉，我刚没有死。你换我了吗？你到了？对。哎，怎么快换我了？太快了吧！我在，你这家伙，他在哪里啊？第二间房间，二楼第二间房间哦。对。你可以透过那个视角差去看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冲上去不理他，我直接冲上去就好，不要看他就好。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！我直接冲到顶楼了，我冲到三楼了。冲！拿起的玩法就是哇哇哇！哇啊啊啊啊、他冲超快，哎、欸，还是只是怕光，要把光多关掉会不会？哦，你试试看啊，我再帮你看、欸。他直接冲过来，然后抱着头了，救命啊！哎、欸，他好像也害怕、欸。换牙齿挑战，拉上去就对了。你就慢慢，你就直接到四楼啦。我刚刚走到四楼啊，然后他，你看到他以后直接关灯，看有没有用，左键关灯。哎、欸，他没有看到我、欸，我关灯他没有看到我、欸，哎，成功了吗？你看得到他吗？我看得到他，他看不到我，我看得到他的眼睛。对哦，就是这招，我真聪明。我稍微查一下，看而且你前面是谁？你想知道吗？不去，他在几楼？四楼。对，四楼的第二间房间。对，关灯他看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对，关灯你可以直接略过，但不要太靠太近吧，应该是不要靠太近。碰到他应该就会死。有现在几楼？二楼。啊，就先关灯走。哎，你刚怎么知道他在那间？因为我是一点一滴的移动，然后用视角差去看。哎、欸，他会移动哎、欸。真假的？他走过来我这边了。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。我绕过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怕会碰到他，我先下去一下好了。好。欸、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，一片漆黑。我现在看到一片漆黑，看我的萤幕好脏哦。哦，顶楼就不能再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四楼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书房，有书房，对不对？好像有。书房有张纸，你有看吗？有看啊，刚刚你再看一遍啊，你再看一遍。我看一下，不能集中精力，他就丢高吧？应该是说他的头很痛之类，然后说 kill me 什么 me 什么相毁。所以你没有找到任何的娃娃玩具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会有。因为他刚刚是叫我们找玩具。我看到个脑，成就解除。你有切出电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可能要你看到，要看到才有用吧。我知道啊，他通过了，我再关灯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试试看。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门后啊，哇塞！哇啊啊！赶、啊、快关灯！哇哇哇！裂开！我裂开两次，我先下去哦，我先去三楼。哎呦，三楼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我看不到我弟在哪里。我看好厉害，我先下来。其实还好，没有恐怖嘛。疯了！我刚有叫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叫啊，还好啊，是小游戏、欸。小游戏。我看他，我看他，我看他。你想用二楼？等二楼。吧。啊？不会不会，不要碰到他，不会死，不会碰到他，不会死。OK， 走过去还好。好。我刚刚前面第一间、第二间没有去哎、欸，因为他刚才在挡在那边，不然我就看我。哦，有一只鸟，有一只鸟飞出去了。有鸟，飞出去了。对。我刚刚瞬间进到那个书房的时候，他瞬间我看到，飞出去了，对，飞出去了，哎，成功了，这成功了，你出来，你赶快出来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，可以，我下来了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，你慢慢来，慢慢，你先走，先走，不用管我，你先走了，我会啊，我可以啊 ，OK， 他刚往前面飞，我要先回去存个档、啊，先存档，哎、欸，存个档，然后再去下一个。哇，雅思666，终于成功了，耶、yeah ！两只哎，这夸张。跑到这里了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，something，
Back again so soon. 这么快就回来了。Yes, we found your compass. 应该是笔记吧。然后 give it here. I hope you pretty bird.